今天我最棒，哎呦，一见吧。你们孙先生，我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呢？一零零。我帮你写，我最想。咦，遇见玉林，别说啊！打你！大锅里风味凝露。第一天吃螺蛳粉。你说那里面拉了什么东西啊？赶紧吃完。好，我吃。啊？第二天吃螺蛳粉。杨老板，昨天的粉再来一碗。就是这个味。啊，舒服。第三天。风里头小白意大利面，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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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吃！干子。啊！哦，媳妇，儿时梦想做大哥，想什么呢？做大哥，做大哥，走吧。感谢我小鸭，我申请仙乐，走开，小鸭先生。啊？有经费的吗？应该是吧。那我选这个大碗，没什么意见吧？啊？选小的。这么小哟，老八小鸡腿，还个大碗在这里。这是个大碗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原先我与我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理。嘿，我是南瓜，这是我们的辣椒地。山张黄凤椒的颜色金黄，皮薄嫩厚，口感爽脆微甜。我们这黄凤椒辣中带甜，甜中带辣。这是我们初选过的黄凤椒，等会还要经过二次筛选。我
们品相不好的辣椒就会拿出来做干辣椒，筛选出优质的黄贡椒，我们就做了这款金方蒜蓉酱。这款酱的主要成分是由黄贡椒、南瓜、大蒜，口感微甜，用来拌饭拌面，做蘸料搭配海鲜，做菜都是非常的好吃哟。嗯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一单试试吧。哇！老表，螺蛳粉，好东西在这。你们这些小垃圾，看我的！看来你选了什么吃什么，别说最近手机啊，我帮你选，谁怕死你，我的经典肉都没有还经典，兄弟我帮你选，你没实力我自己选，经不经典我不管，我就喜欢这一款。